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今集我哋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收割胡枫嘅生平故事，同埋佢嘅电影作品。胡枫曾参与演出的演唱会，2012年4月3日，丰收80巨星演唱会2012，红磡香港体育馆演出共一场，2014年5月22日到25日。相亲相爱真情演唱会，北角新光戏院大剧场演出共四场，共同演出有 Joe Junior、谭炳文、芬妮、欧瑞强、麦洁文。2015年5月9日，妈妈的最爱演唱会，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举行，演出共一场，共同演出有薛家燕、郑嘉颖、胡杏儿、陈浩文、陈建峰、毛信君。2015年9月8日到11日，香港经典演唱会，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演出共四场，共同演出有 Joe Junior 及李丽霞。2018年2月10日到11日，胡枫86破晒纪录演唱会2018，红磡香港体育馆演出共两场，首度创最高龄艺人举行红馆演唱会的纪录。2021年6月19日，胡枫《让你开心派对2021》演出共一场，第二度创最高龄艺人举行红馆演唱会的纪录。2022年11月12日，收割90型金秋无限丰收演唱会演出一场，第三度创最高龄艺人举行红馆演唱会的纪录。胡枫曾参与的其他演出，1989年羊城贺岁万家欢，2008年演艺界512关爱行动，2015年2015无线节目巡礼。胡枫曾经获得的奖项包括有1964华侨晚报、1964年最受欢迎艺人选举、最受欢迎男艺人、1968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十大影剧明星、1972十大电视明星、1973十大电视明星、2003香港电影金紫荆奖、终身成就奖、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万千光辉演艺大奖、2012星和无线电视大奖、2012专业精神奖、2015 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5 TVB 星光成就大奖、2018香港健康产业大奖、2018活力长青男艺人、香港易行日、2018终身成就长者义工荣誉大奖、2023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胡枫的义务工作，2018年1月28日胡枫出席由东华三院和富社会企业及杰出生命计划合办的香港易行日2018，在活动中以86岁之龄获颁终身成就长者义工荣誉大奖。好，胡枫的生平事迹同佢嘅演出作品，讲到今日呢集已经全部讲述完毕啦。明天我哋将会开始讲述另一位电影红星嘅生平故事。喜欢我哋影片嘅朋友，请你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同埋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啦。拜拜，明天见。